不要去在意那些比分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球踢好。记得我们现在下半场开始，我们是高强度的压迫防守，压迫防守，把最后的20分钟把体力全部耗完。不要有不甘心，要举完赛后我还在没有很累啊，我觉得好像可以再跟他们踢20分钟，我会没有比赛就是20-20就结束了，剩了最后20分钟，拼全力，知道吗？试试看，压迫，全部压迫，人盯人压迫了，我们的跑位是不会输他的。立展，他刚刚这，刚刚他吃你速度，你看起看起来吃得了吗？他那边他看起来像吃得了你速度吗？吃不了吧，对不对？知道吗？一看就知道啊，对。那你觉得跑位能力会输他吗？再看我们刚刚踢的这些球，看了这些东西，这些 play， 不要看比分的话，你觉得我们下次还是输？对啊，那何必去在意这些分数呢？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，我就觉得我们会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哎，延平的，张三妹在那边呢。等下礼拜一不要在那边去，在那边屌。我们刚讲哎，我刚讲礼拜一见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不能输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加油，可以吗？比分很重要，可是我更在意的是你们的心态，有没有在这种输球的压力下扛住，做逆转？有逆转过吗？有吧，有逆转过吗？有，保持那个心态，有机会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来喊个声，喊个声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来喝水，都准备一下。还是有太阳日。还是有太阳光，再喊一次给我，最后一次。哎，你真的太幸运了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各位兄弟们，第一批的小将们，拜托。是，小第一次闹赛事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没关系，对。心情放轻松一点，心情放轻松一点，但上去的时候就要专心了。记得哎，记得一件事情，开一点，开一点，开一点，给小风格一个位置。哎，记得一件事情，今天他们上半场可以进我们两颗球，我们下半场就一定会可以把它进回来，或是比他们更多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一个球员该有的自信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今天他两只脚，我两只脚，他根本没有多我一只脚，我多我两只脚，我凭什么输他？你4年级，他也4年级，他就顶多多我一颗头而已，那又怎样？比的是脚，比的不是身高，比的不是身材，比的是脑袋。听得懂吗？懂不懂？懂。好，来吧。好。我要一台一买。好，有一个位置。好，三十一点，三十一点，三十一点。好，来，加油。有画面。好，来。越来越冷静一点，因为很多机会在这个角球啊，那个边境，那个你守门球接到的时候，哎，看到雷鸣跟海杰在前面站位的时候，其实变成3个2个的时候，我们的是有人数优势的话，就可以大脚走前面一点，踢完就赶快回去脚。大家想试试看你吊球，可以脚劲试试看。OK， 那你就跟绿城讨论一下，谁吊，一人一颗也可以。这个，奇恩，等一下跟。掀起你们俩准，等下准备一下、喔。来，我先讲一件事情。来，坐着。第一个，比赛比较紧张刺激，又加上可能会有输赢的问题，所以教练会先让好的人、好的选手先踢，知道吗？那你要怎样才会增加你自己的上场机会？怎样才会增加你自己的上场机会？对，表现的给我看，知道吗？那你看靖凯，他刚刚表现很好，那我是就让他多一点上场时间。你要在球场上让我看到你有不一样的东西，我才让你待久一点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来，相信自己，懂意思吗？绿伞，你等下直接拉上来就好。
轻啊，这个不会进啊。压迫，压迫，压迫，上来，上来，凯乐上来。第一点绿闪。哎呀，进凯乐后面的球一脚清掉了。上进来可以。Go go go！ 旁边头顶不要不要往东。海鲜海鲜。我行。他问一下。好，可以加两分钟。好的，谢谢你了。轩浩，你跟靖凯两个人进攻的时候就缩中间，让绿手去中间。凯乐在前面一点，海杰在看了，海杰，太容易被过了，太容易被过了，轩浩，别乱出脚。来来来来一对一，海杰一对一，快一对一，再加加速加速加速，找队友，美美，好，外面保护一下，保护一下，大伟大伟，远的远的，阿南刚才乱凑了，再来，哎，别犯规。两边，两边。过来。终点。远的，远的。跑了。第一点。退退退退退。退退退退，绿闪快来，绿闪。玩好了。中间说，进凯跟。先要缩中间，往中间缩。低一点，低一点，先拿。找穿越球，找穿越球可以放。为什么都这样啊？旁边还够够够，看球看球看球。一脚走到海杰克，克专业球，别乱踢呀！拿拿要拿得到，拿得到就拿得到，再来还有两个。要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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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，没关系，球拿好，再来，球拿好啦，主播直线，快点来拿球，赶快拿球，快点快点，射射射射中间，凯乐进去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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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犯规啊，
绿闪低一点，看一下。闪三穿越桥，这边的海杰叫他。机会啊，学好你的，你要退给他拿，把四人带上来，不要踢了，你们要这样踢就不要踢了，让你们真正的能踢，把四人来，等一下，学好，最后换那个，去打后面，你不要换那个，进场，所以你换海杰，我不是海杰这边。可以这样拉这么开，左右都可以接到球，左右都没有人抢他了，因为我们防守都非常的被动啊，都没有人上来抢球，不是吗？球啊，你就在退啊，这个都不是。早一点，第一个。最后打中间的。没有，边守门员，好不好？那个了，那个边后卫。
要进谁啊？进幼稚园是不是啊？